超视最新的话题性节目《小宇宙》33号4月8号星期一将登陆美国喽。节目由 SH 成员 Selena 还有艺人纳豆联手来主持，而内容充满了与小朋友天马行空的犀利对谈，不时啊让人捧腹大笑。而美国地区将在东森卫视台、超级台、美东台以及超视无线62.6台播出，欢迎民众踊跃来观赏。看 SHE 成员 Selena 和艺人纳豆两人坐着名贵的宾士轿车高调进场，宣布新节目《小宇宙33号》第一集正式录影。选择婚后重拾主持棒，从玉女变人妻的 Selena 尺度更宽，和国小学生大谈小朋友眼中的老艺人排行榜等各种台湾正夯的热门话题。犀利的主持方式以及小朋友童言无忌的回答，现在美国华人也看得到。小宇宙三十三号呢，将在4月8号起在东森卫视、东森超级以及东森美东台播出。另外，南加州这个有无线电视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透过62.6台来收看这个节目。不止童言童语不能小看，小朋友还组成小宇宙联盟大军，不时带来各种特殊才艺，从脚踏车特技、歌唱到舞蹈都有模有样，甚至还让小朋友当起心灵咨商师。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帮明星艺人解惑，也让观众了解新一代的小朋友到底在想什么。用小朋友的这个观点来了解在生活上的一些资讯，或者是说他们对于一些流行的一些想法。针对台湾年轻族群所开创的新节目《小宇宙33号》，4月8日起将在东森卫视台、超级台、美东台以及南加州超视无线62.6台播出。话题性的节目设计适合全家大小合家观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东森美洲台官网 www.ettvamerica.com 查询播出详情。东森新闻叶永志、李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